大小朋友在夏天夜晚吹着凉风，沿着信义商圈慢跑，好不惬意。为了推广社区运动风气，信义区公所和运动中心合作举办夜跑信义小怪兽活动，又让民众免费体验时下流行的夜跑、壁球、射箭等各项运动。今年呢，我们除了有夜跑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活动之外，在社区里面我们也推出了这个健走下里的一个免费体验，只要呢社区的民众能够揪团，我们就会跟这个世纪大学这边合作，来去社区教大家如何正确的健走，养成一个好的运动习惯。在封闭场地内把球打到墙上，让对方无法在弹跳一次前回击，就算得分。这项壁球运动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与，短短五分钟就会流满身汗，达到运动燃脂的目的。体验不到几分钟，以我们的年龄啊，60岁以上的可以算是中老年人啊，真的他的运动量很够。两个月的学习呢，可以让你改变你的体质，学到一项运动技能，从我们的射箭到游泳到攀岩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把它串联有一系列的运动小健将的活动。为了让民众享受不同的运动乐趣，信义运动中心在暑假期间推出排舞、气功、太极拳、健走、舞蹈等多项运动班别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，培养良好运动习惯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尤翔庭采访报道。